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我觉得这只比较像蜘蛛啦，刚刚那只比较像螃蟹。它好可爱啊，会做东西。为什么长颈都不能攻击啊？我觉得好可惜。长颈双蛇挺无敌的啊，我觉得它可以攻击的。哎，它是不是最大只的？好像吧。我拿的是什么？液化蛇啦。液化蛇是指这一只吗？对呀、啊。去洗吧。哦，那个是他体温过高还是怎样？那个烧到满，好像他就会停止动作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好像莫名其妙吸到五只哎，你干了什么事？没有啊，就是五个金这边的敌人、啊、哦，人了、啊。你没死、啊？为什么是阿头没有死？可能让我攻击太低吧。可是长颈鹿要逃走了。不会不会，它会一直在这个区巡回。那这其实走出去就好啦。这一只也蛮笨的，走不出去了。没有，它是会固定区，所以是这些人类蛮危险，不知道想要干嘛。我想表示长颈兽，照理来说一踩就会把它所有的剑子踩破，怎么那么胆？问题是它没有盖在路径上就还好啊。所以我觉得是他笨啊，所以他们是研就是怪兽都有他们的路径嘛，所以他是依照他的路径把他围起来啊。坚硬剑，你想要坚硬剑可以干嘛？硬尖剑不是坚硬剑，硬尖剑，硬尖剑是什么？反正坚硬奇怪。药水，因为你们要药水，哎、欸，那药水要这样做，那这其实你已经没有。好，自从按错边，我想到怎么不能做。哎、欸，干嘛、啊、你？你想睡对不对？没有啦，肥、欸、肉好少哦。对呀、啊，你去多打一点熊啊。没有熊。所以你东西都买完了，所以刚刚那些都留着吗？我不懂，我也不懂。总之就是该卖的都卖了，该要的都要了。我现在只有把那个就是功能是换卖给商人换金属片的卖掉，其他东西我都会留一定的量，因为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用。啊，他会不会是问你的技能什么的、啊？因为你的弓啊什么啊。毛毛的好可爱哦，在你射的时候，弓其实我没有买很多，为什么它没有射中嘞？它有戴面具啊！不是，我刚刚对到它啊！会不会是你的瞄准有问题啊？啊，会不会是你之前用你的把手玩，然后其实偏移掉，然后刚好追到？你这个比较准嘞，所以有问题、啊。不然就是他面具，他面具无敌。暗面是不是反弹？哦！没有那种群体攻击哦，但是我射火箭，他们会一起杀我的概念。要有东西，我先扫一下。行不行啊？那你要打什么时候、啊？目前没有看到啊。说他不能，例如人烧到之后碰到下一个人类，他就会烧起来的概念。嗯，不行哦。那动物都可以吗？就是动物啊。你有试过吗？没。他们不会爆炸，人类不会爆炸。
人类他不会爆炸，难道他们可能身上有带什么气筒啊？人类好像属性攻击效果都不准。嗯。那什么啊？我知道，近战会不会比较快？不会，打不赢，我的血都快没了。因为我看他们远距离蛮苦，他们也会近战啊。所以靠近他们，他们会拿斧头敲你。啊，那我没有打人类最好的方法。偷打。我觉得偷打是最好的，现在已经开战了就。所以这个里面没有枪哎，就是类似手机。没有哎、欸，他们都看起来像机枪，但好像是射箭。那个连射箭的武器，那你怎么没有买啊？不能买啊！嗯。是吗？能一箭双头吗？不能。啊，他一箭只有一个。对啊。是吗？啊，手上背什么？那个做的胶虎。那把它打爆啊！打爆就有了吧？哇！哇、哦！你要吃了，快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他刚刚是吃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在嘴巴里面。吃掉啊！我恶心不了。啊，后面有一只乌鸦哎！这个好像，这个人类好像是在爆的。他都已经有绿绿的皮皮了，还不给你爆，是没有很科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人类特别怕火哎，因为他自己是。有可能稍微被遮到了。哦，是要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你怎么没有？进站了，终于进了。烧死你！那你打完了？那你怎么没有站你那个地方？那还有一只，还有人。等一下，怎么解放长颈兽啊？我要爬上去啊！然后刺他的头。对啊，然后他就会乖乖地走出去。枪？哦，可以。这个是那个很重的那个。这个是之前杀我们的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那个袋子很不科学。你看他的角度。超硬。为什么他不是垂在地上？而且还凹起来。可是我可以带来这个爬上去吗？我觉得不行，太重。I think I can leap onto the tall neck from here. 从这里跳到长颈兽头，你可以拿着把枪一直跳下去。不行吧？哦，拿着，可不可以远近攻击啊？用射的。哎、欸，好痛哦！哦，这个好强。这是剑还是枪？我记得是铁枪。枪。对啊，我就是有印象。欸、啊！你要小心，小心！对对对对对，那边那边。好像好痛哦，是80耶。It's not gonna even notice me attacking it. 哎，你应该射不到。他躲在岩层后面吧。哎呀，那个角度怎么不能放大啊？那为什么他不能射到那个角度？因为他准确度没有那么高啊。那你看，那你有点。想要靠近一点打的话，你倒是行。没有办法，你现在人在上面。机关枪子弹的袋子本来就是硬邦邦的，是哦，我以为它会软软的耶，很软的那种可以缠在身上，只是电影的道具。不是，照理来说应该要一。重力的那种，应该可以缠在身上啊。不是以重力的感觉来说，它应该是要垂下去才对啊，因为地心引力啊。我觉得它不符合地心引力，所以我觉得怪、欸。那个哪里？那个尖架还是什么尖？不知道用来干嘛？还搬着这个慢慢走。我们远距离就射得到了，不准呗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长颈兽走的周期其实蛮快的，刚刚不是才从那边走过去？
了吧？放下吧。有这个武器我就无敌啦。你有没有办法一直拿那一只啊？扒着不放。你扒着你要怎么跳上去？不放，我不放，我不要。你就哈哈。难得有那么好的武器耶。他一次打80。对呀、啊。把子弹藏在身上，只是因为电影画面很好看吧？是这样子讲的吗？是哦，我还以为真的可以耶。不一样。我在试炼完被邪教杀好几次，一直死说加油加油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他走路速度还蛮快，还是因为这里距离比较短。我觉得他后来好像又要再走一圈了耶。看起来那么慢，你说你要怎么上去啊？你打完了没啊？还没啊，我再慢慢一个一个打。哎、欸，跳不上去。上不去。还有敌人吗？没有了吧？走了吧？他跟长颈鹿可不可以到长颈兽上面了？爬爬爬吧，长颈兽本身脖子长，你就一个一个爬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感觉要等他走回来好久。你干嘛啦？继续抱着，舍不得放，舍不得放个毛啦！哎、欸，他是打那个会受伤吗？他不会受伤。受伤？那一只长颈兽吗？哎、欸，长颈兽无敌啊！他不会痛哦。嗯，而且你被他踩到就死了，唯一被踩死，神奇。我觉得能够上去的点应该是那边的台。你为什么要跟他一直以180度旋转，然后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，那种对立的那个角度？不是啊，这个台子不知道够不够高。如果够，我在那边等他就好，我就不用跑对面啊。那你就把东西放下，然后上去。想要叫我放下，因为那不是你的，你不知道不是你的，你不知道不是你的，没有办法强求嘛。那是我的，没有办法，不是你的。那个高塔应该行吧？我记得原本就有一个，你爬错地方了。我们都可以那个覆盖场景做指令，他们想要覆盖哦。难怪他们要把长颈兽围起来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覆盖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才要围吧。我觉得围起来是让他不能出去吧。他不会走出去，他会固定在一个地方一直走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可能先找出，因为每一个机械兽都会有它原本的寻迹路线。我觉得他们是看出它怎么走，例如它是绕着圈走，所以他就把那周围盖起来之后变成他们的基地，然后比较好观察它。我觉得这样蛮有道理的啊。以它绕的圈圈围那个围一个基地没错。我不觉得我这样的概念还蛮不错的，是这样没有错啊，但我觉得不是防止他逃跑啊。哦。我那好暗黑，是你要多盯他，你少盯他好几集了吼。这样对吗？我觉得每次爬都爬不到顶上。什么？因为它就有一种好像快要掉下去的感觉。不会，它很稳嘛。它很乖。哪有？你不觉得从这个跳过去的车很恐怖啊？嗯，不会，我觉得技术好就真的会跳了，就不太安心。觉得我跳得很不安心。我觉得罗拉那个比较。每一只长颈兽这个都不一样。真的？嗯。不过我觉得，我觉得罗拉的比较难。罗拉的也算恐怖。罗拉我是真的觉得很恐怖，我觉得吧。可是我没有地跳过阿姆丹。耶，新的地区。我觉得释放完场景之后，他的头很恶心。还在直播，
准备要结束咯。哎，要结束了吗？对啊。我真的已经到了，我以为你还要继续看下去。对啊，就在这个产品售上面跟大家说拜拜。你不觉得他的血液很恶心吗？像什么血液什么？就是他的神经啊，传导啊，他们的传导啊。我们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这个是我的主编，哈哈，白外墙紫色的，他刚刚看也是紫色的啊，他是蓝色吧？紫色啦，那你就跳一次，拜拜，拜拜。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